现在是这样的，那个应用场景是这么一个场景，然后呢，大家今天都要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说行，我代转一下，来吧，咱们。来哥，我才衰喽！我才衰喽！好，现在我们是打歌环节，谁会唱来？一起，一二三，我们是财神杯。好，财神杯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那咱们这样子，那个既然盖哥已经社死了，我们就让他更社死一些，我们再给他唱一个生日快乐歌，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来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大哥也会跟你们分享他对说唱文化的理解，好吧？